手人啊，愈来愈难死啦，啊，这摊啊罪名赶不发。秋兰呐、啊，阿母，阿爸，秋兰呐、啊，那我今晚拢唔敢吼，跟你大声讲话呢。啊，万一你来生气，啊，你来去甲玉辉啊斗，啊，玉辉来使性地，伊就讲要搬出外口住，安尼哦，为个害我要红骂。哎呦，你是愈来愈唔是款呢，啊，一摊水娘你都管无法嘞。不是啦，阿母，我嘛不知影是安怎，一直感觉足无精神的，嘛足无力的。阿大哥是安怎啦？食伤过好，歹腹肚。秋兰，你有心啊是无？啊，秋兰。工课莫做啊，去休困。等下叫玉辉带你去医生馆检查看卖。去休困，去休困，紧去。安怎安怎，徛水英啊！啊，秋兰有心，你无欢喜哦。欢喜啦，真欢喜啦。真欢喜对啊，安尼呢？哎，跳水烟啊，就是跳水烟啊！杜三，哎，你回来啊？安怎？杜三，医生讲秋兰用心两个月啊啦。安尼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啊恁两个真敖哦！啊，呾房间也无门，也无窗闸，啊，佫有栽条大腹肚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哎，我今仔才了解，谁阿姨爱要甲阮个房间门拆掉？杜三，你看阿姨伊这款心肝，不要紧，阿都已经有心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以后啊。卖踮在恁阿爷面头前讲有新的代志，因为你家己内心呀，上起叫人讲一点，爱记得哦。我笑人巴肚一公一公大，啊，恁是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卖讲就好嘛。你要看，你要看，我喜欢你要看。真啦，你得保庇哦，保庇母仔囝平安，保庇生一个后生哦。有心就会耐心。切菜切炒菜啦！这老母啦，咱是后界囡仔嘛是咱是种啦。可怜囡仔，你若是对着阿母，你就要学会晓忍耐。我爸才袂吃苦。阿娇，卖吵啦！我阿妈休困一日啦，我妈要倒药。是咧走吼，你莫紧张啦，我唔是来赶恁走的，我是听到囡仔伫咧哭，我腹肚枵，就出来看卖咧。恁真久无食物件吼。嗯。唐铁牛，你做好心一个，分一个米给阮吃好无？来，恁跟我来吼，来。
来啦，不要紧啦，来。多谢你啦。小，卡细你哈。土鸡娘，你是足好心的哦。我搁去卡一罐糜，恁早顿去吃。土鸡娘，你是来真好心哦。头家哦，一定足有福气啦。阿母，无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啊？我着看因爸孙仔几落工无食物件，我着摕一罐糜互因。糜，食较好着。暗好食就好啊，其他都袂用诶。阿母，阿糜啊，哪食会饱啦？还佫有囡仔呢？安怎？哦，你当作咱这是救济因，哈？白米不是免钱呢，救济恁家无够，搁来救济去吃，安就好啦，多谢你啦，头家娘。知影多谢就好啦，出去外口等啦。嗯。我来讲哦，后盖别人搁好去吃，你莫让厝内面。是。你都唔知咧，我安尼好意讲伊几句啊，尔好一个囡仔安尼臭狗狗啦，好善事拢袂讲的同款。不过后盖要听我的话，根本就是假。哎，啊，你是伊的大家讲的几句啊，是应该。嘿，都是嘛。哎呀，我是替你足唔值的呢。你头前卖米啦，伊倒后壁你该送米啦。啊，恁辛辛苦苦卖几工？根本就无采工啦，敢有这严格？嘿，那不是我亲目睭看到，我嘛唔知讲恁的好心妇，吼，伫个后尾你做阿婶，你开这救济院啦，你敢唔知影？外高人呢，家去吃菜，伫厝内面啦，啊，规碗规碗迄白米饭啊，咧卡红吃，那甲你吃免钱的同款，啊，规去哦，规包米送人好啦，啊，佮家去吃你煮饭，了工佮了水，有一款代志啊。嗯，哪会无？那真过分嘞哈！爱好好啊，甲教死，唔通让伊安尼先超过。我知啦。秋兰，秋兰，你现在怎样？秋兰。哎，这个秋兰哦，实在怎样？这么呢，我那连早顿都还未煮。嗯。小辉啊，啊，透早你去倒？倒啥？秋兰那么无爽快，我去买物件好食啦。无爽快？啊，你买啥？哦，昨讲的两句啊，尔，啊，着你无爽快，甲四大人煮早顿，家己食饱就好啊。你无钱哪里干哈？阿爸，你误会啊啦，是秋兰弟想要吐，啊，佫想要食咸酸甜，我是去买咸酸甜啦。安尼哦，边行边遐食啦啦，紧摕下食。哦。根本就是牵拖啦，嘿，甚物有心就会白囝，白囝就爱食咸酸甜才会好心，骗笑的。其实啦，唔情愿要甲四大人煮食啦。你唔捌生囝过，你袂了解这啦。对啦，我唔捌生过囝啦，我甚物都唔知啦，甲新妇袂比的啦。袂生就袂生，我也无怪你啊，甲新妇咧结婚啥啦？你无怪我，你明明心肝内就是一直怪我讲袂生啦，吼，所以才摕新妇来甲我刺激啦。即嘛吼，你目睭内我比迄新妇啊，佫较无价值、无地位啦。对啦，伊水啦、少年啦，佫会生囝啦。哼，哦，连煮一个早顿都理由唔免煮啦。我看吼，后盖连摒厝内啦、洗碗啦、洗衫啦，拢互我这大家来甲伺候啦。哎呀，今日是在讲啥？你要伺候的人是我，咱就去伺候因。卖生气，卖生气，哦。我爱你每工啊，亲像安尼，装个水水陪伴我就好，吼、哦。
也那是饼内面啦、煮饭啦、替东家传宗接代的代志啦。王玉辉啊，甲秋兰翁仔某去烦恼就好，你免操烦遐济，吼、哦。上好是莫常常安尼啦，啊，若三不五时安尼挑剔吼，早晚会爬咱的头壳顶啦。袂啦，秋兰这个媳妇袂安尼啦，啊，而且啊，有你这个熬的大姐在咧教书，免来安尼，吼、哦，莫生气，我不对啊。穿着我吃，吼、哦。好啦，我来煮啦。哼，唉，未生牵破厝边就是安尼，哼。后摆咱就靠这间店吃先就好啊嘞！阿母啊，咱新华来手艺偌好个呢，迄若歹有剃过头的人吼，人客拢嘛走袂去。你我搞嘞！阿爸，有看无？是嘛吼？嘿嘿，已经有咱家己的店啊嘞！新华啦，后摆吼就较骨力嘞，快等将咱这间剃头店的名声吼，我拍起来。是，阿爸。想看吧，自我出世了后，我根本袂剃过头。来来，今日互恁囝吼表现一下。来，我来剃头。别啦别啦，我红剃头没关系。哎呀，阿坤啊，不要紧啦，这是咱囝要甲你友好一下啊，紧去啦，我剃过你才会头面。来啦，阿坤，谢你。来啦来啦，试看卖咧啦，阿爸，别讲以后新华人来甲你剃头哦，你说你没关系咧。坐好啊。好。是啊，烟头啊，烟头。哎哎哎，是啦，啊，这是你开业的第一粒头哦，哎，你来刮如何水呢？放心啦，爸，这粒头我得给剃个水水水啦，啊。技术袂歹哦。来，这你紧提给你吃，多谢啦。来，弟弟，这我给你吃。嗯，来，秋兰啊。阿母，哦，你真好大胆哦，偷食阮家蚵仔。偷鸡娘，是的啦，我好敢唔敢啦。阿母，唔是因偷摕啦，是我摕予因的。唔是因偷摕，是你偷摕予因食的，哈？
出来，食饭啊。我吃袂落啦。是安怎？无啦，无安怎啦。无安怎，哪会吃袂落？可能哦，是病仔伤严重啊，一直想要吐，无胃口啦。秋兰啊，啊，你去白囝哦。哎呦，白囝真艰苦吼。秋兰，啊，若这严重，我带你来看医生啦。唔免啦，我无代志，休困一下就好啦。真正不要紧哦。阿爸，我真是不要紧啦。好，啊，无你去休困。多谢阿爸。英宽啊，扶秋兰啊去房间休困，都要甲照顾好哦。是，头家娘。英啊，你阁真关心秋兰咯。啊，当我关心秋兰巴肚内迄孙，你无欢喜哦？欢喜啊！你会当安尼啊，我上该欢喜啊！咱做伙来关心咱的孙，哦。好啊。阿姨啊，你这么关心秋兰，我代替秋兰跟你说多谢啦。说啥物多谢啦？即马秋兰巴肚内迄个囡仔是咱陈家的香火，你若伊关心你，这是应该。来来来，咱互你食哦，紧食紧食。啊！你都明明的枵，你哪会食物件啦？袂啦，我袂晓。头家娘忽然间对你遐尼啊好，佫惊你做伤忝，迄毋是普通时的作风呢。秋兰，你老实甲我讲，头家娘甲你定滴对毋对？无啦，你嘛别讲啦。哎呦，当我对伊遐尼啊侪年啊，我上了解伊。秋兰啊！你老实甲我讲啦，其实是我提物件去食食，阿母伊想起才会甲我话，叫我明仔载暗顿之前拢袂用食物件。啥？啊，你应该约会小爷讲啊。你千万唔通甲伊讲呢，如果伊若知影，一定会足生气。我无希望伊为着我甲阿母两个人冤家。但我是新罗。惊头家娘唔敢讲，啊！不过你是头家的新妇，起码阁有心地的，哪会受这款的罪？哦，无怪哦，伊爱我带你来，爱我监视你。